家有事告诉，无事退房。我听到一个消息，你们知道是啥吗？我们怎么会知道的啦？据可靠消息，娄知县马上要有个大队，现在上上下下老少爷们儿得提早摊眼镜嘴的都是爷们。老白，你啰里啰嗦的一个词儿都够了。詹汤，你到底想说啥？一个月后在全县举行节目汇演，现在正征集节目，我第一个为咱客栈报了名。老白，你让我习武可以，表演节目你还不是点了我呢？又不是算账，我不行。再说了，老白，我一天天又是打扫卫生，又是招待客人，累得跟狗一样啊！我哪有时间玩呀？我同意出卖，不读书不看报可不行。别吵了，别吵了，吵啥了？既然詹汤已经保了命，那咱们就要任尔游戏。虽然练不成童子功了，但是我相信，只要我们一点一点、一天一天的认真练习，肯定能学好。学习考的不就是个毅力吗？多情多唱，有这会儿功夫练起来，记住也能磨成针。掌柜的都开口了，我女侠还有啥学不会的？放马过来，来喽！天花乱坠，打道理一套一套，做一起事情来啥都不会。时间一长，谁还会信任你？谁还会给你机会证明你自己呢？人生要一步一步走，事情要一点一点的做。掌柜说的没错，福梅，我陪你练，咱们起早贪黑的，抽空就练练，肯定没问题的。嗯嗯，浩哥。时间可过得真快，掌柜的，福妹，准备好了吗？老白，快点，该咱上场了。西湖畔一场梦，梦着啥都有，啥都有。从天上掉下个亮亮